早晨起来没啥事儿，想上街逛逛，刚一走到马路上，就让车把我给撞了。那辆车大灯掉了，前脸瘪了，不大修估计也够呛了。结果我到医院一检查，浑身上下零部件一切正常，那大夫一句话顿时把我夸的是热泪盈眶啊，哇，长得胖真紧壮啊。哎呀，这是歇会儿吧，以后没事啊。哎呀，别搁那出溜了。哎呀，哎，爸爸爸呀，爸，你走的怎么这么早啊？啊，你啥毛病啊？咋的了？爸，大夫喊我上医院去了，我到的时候他跟我说你走了。这不废话，不走我能到家吗？不是，大夫跟我说你让车撞了，撞啥样了？那咋也没咋地，你看看。不是爸，你不是，你看着可能没咋地，你这么的，你学我动动腿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吃奶劲儿都出来了，腿才弹嫩高。你看咱这个啥事儿没有。没事儿，不是爸，腿没事儿，你这样，你学我动动胳膊，你这样，我也跟你这样啊。哎，我怕把自己整起飞了，没地方降落。不是，那你再扭扭腰，我瞅瞅。哎呀，我不扭。哎呀，你就扭下腰能咋的？我有腰吗？我就扭。不是，那你现在思维啥的也健全吗？这不都废话吗？你看这是几？一。这是几？三。这是几？五。这是几？这是你老丈母娘那个爪。是爸，你真没事儿啊？不是，你根本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哎爸，那个撞你那司机呢？就是检查完身体看没啥事儿，我就让他走了。啊，就给你交个检查费你就让他走了？你拿你爹当啥人了？检查费我自己交的。完了，还说没事儿呢，发育了60多年的健全智商啊，咔嚓就撞没了。不是，你这钱怎么能自己掏呢？就500多块钱。500块钱你也不能让他走啊。不是，那孩子他妈找他，哎呀着急的，这孩子跟我说了，他从小没有爸，他妈一个人拉着他可不容易了。就没跟你说他妈肤白貌美，妻子家欲寻求一位中年男士共度余生啥的？你这人怎么老这样啊？我怎么了？你说你挨回撞还赔500？啊，这那人家都能挣着。谁能挣着啊？远了不说，就是我丈母娘啊，人家遇上这事儿、啊、咋处理的？怎么处理的？看着飞驰的汽车、啊、还没撞着他呢，咔嚓就往下一躺。这一躺啊，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多大的魄力。看一个小老太太，嗯，坐在熙熙攘攘的街头，嗯，那是连哭带叫，连喊带闹啊。最后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人家拿钱了5-6万呢、啊。哎呀，这不赶上10好几年工资了吗？这是成功的5-6万，这是胜利的5-6万、嗯。我丈母娘，她一个干巴瘦的、目不识丁的小老太太，就凭借这一躺啊，躺出了一个老有所养。哎呀，你再看看你，我咋了？大体格子毁他3-4个、嗯、你不挣个20多万你就赔了。血本无归呀。 啊爸呀，我都替你难过，我都替你脸红，我都替你害臊。你替我死了吧。还犟嘴，这种事儿以后绝对不许发生了，记住我的话啊，吃一堑长一智，山炮一次少一次。喂，那个是我在那个幸福大街128号啊，那个就上11楼左手边第一个门，然后你先进来，有什么事儿咱俩慢慢唠，好不？那行，就这样。等会儿啊，你小子是不是就是上个月刚换的手机？
对呀、啊，这怎么又变样了呢？不是，这不我捡的吗？捡的手机你往家拿呀？不是，我捡完了，我喊失主了。你怎么喊的？我就在医院捡的这个手机吗？啊，然后我在挂号处我就喊吗？你怎么喊的？我说，哎，谁丢手机了？有人要没？拿走了啊！回来。不是我喊完了，你别说，你那小动静跟蚊子似的，还真有人能听着。不是我那个医院它气它闷，你知道吧？我喊太大声，我缺氧。是你这是不缺氧，你有点缺德。不是那我不缺钱不就完了吗？以后少给我来这套，你快了你，你就照这样学。你少跟我说话，我以后都不理你。你什么孩子你这？不是你说他老这样的。呀，来了。丢手机的啊，谢谢。不是你别谢，你一谢弄得我跟不要钱似的。要钱好使。好使啊？啊，五百。五百行。你行我不行。一千。一千给。你给我得要啊。三千。三千就三千。哎，不是兄弟，你这手机多少钱买的？一千三呢？一千三你买的手机，你三千块钱往回要啊？啊，你爸妈是不是近亲结婚呢？你是说我缺心眼儿是吧？那不是缺心眼儿的人也干不出这种事儿来。明白了啊，这手机里有事儿，收黑钱了。我开出租车的。养小三了？不是，我连女朋友都没有。那明白了，手机相册里边有看不了的小照片了。哎，你密码多少？你这么回事儿？我早上出车吧，我撞一大爷。我到了医院之后啊，那大爷把自己的医药费都给垫上了。我妈着急找我就走了，我就给大爷留一电话号。那大爷现在肯定满世界找我，这找不着我的话，那我成什么人了？啊，就是你要这个手机，就是为了那个老头能找着你。对。那你这也不是缺心眼的事儿啊。那我缺啥呀？你这是缺爹的事儿啊。我你这三千块钱哪是往回买手机呢？买啥呀？这不买了个活爹吗？遇上这事儿，现在那人躲都来不及呢，你还非得往上冲是不是？编个瞎话都不会，你说这玩意儿都没人信。我信。哟，小伙子，大爷，哎呀，你没事吧？什么事儿都没有啊。那手机你丢的啊？还他。手机还你，你要不？我踹死你！平碎了，赔吧。赔吧。不是，你给他赔。不是，把我给他赔啥呀？平碎了。对不起啊。对不起啥呀，像谁不要钱似的。要钱好说。五百。五百行。你行我不行啊。一千。一千我给。你给我不一定要我。三千。不是你一千三买个手机，你好意思管我要三千吗？不多。平碎了，修个屏多少钱？开不开机了？里边的通讯录那都是人脉呀，找不着了，多少钱？还有那小照片，那都是青春美好的回忆呀，失去了再也回不来了，多少钱？不是爸，你怎么老胳膊肘往外拐呢？你向着他说话干啥呀？你刚才不是说他缺爹吗？我就是他爹。爸，你看你不老糊涂了吗？你是我爹。你太谦虚了，我哪是你爹呀？钱才是你爹。拿着手机，哎，咱修手机去，把三千块钱准备好啊，要不够。你还得赔。
哎，你们说有我爹这样的没？啥事儿他都不向着我，不是爸呀，我赔，你得给我报销。